你那个耳环是我陪天宇买的，果然很适合你哎。你说这个吗？嗯。天宇常跟我说起你，他说你对他很严格，所以他常跟我说你就是个机车店长，很幼稚吧？他送你这个耳环也是希望你之后少找他点麻烦，可以吗？好哦，他真的很幼稚，我先出去了。你都跟你朋友在背后说我什么啊？哦，我都说你很讨厌，你很啰嗦，你很机车，然后也不对我好一点。我讨厌嘞，是你自己在那边找麻烦，看起来就很讨厌。你不要以为你送我礼物就可以收买我啊！哎呦，你现在是收了礼物不认账是不是？啊！啊！哎，不要动手动脚的，难怪你朋友会误会。他误会什么？误会我们啊！我觉得你那朋友好像喜欢你。废话，我朋友当然喜欢我啊！我是讨人喜欢的个性。你干嘛？你呢？我怎样？我的问题是，你喜欢我吗？你这是什么问题啊？你不要靠我那么近。哎，那天雨下这么大，我跑出去找你，全身都淋得湿哒哒的。你对我，你有一点感动吗？我又没有叫你来找我。干嘛啊？啊，我心好痛啊！最好是啊，玻璃心哦。你打这么大力，等一下玻璃碎掉。拜托你对我好一点啊！为什么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对玻璃好有很多好处啊，搞不好你会看到玻璃的不同面相，你可能就会无法自拔的喜欢上我啊！在讲什么？神经病！哎，信，你懂那种无法自拔的喜欢吗？你对我好一点，你就可以感觉到。